弟兄姊妹平安，平安。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每天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感谢你每天关照我们，求主添加我们的力量，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每天都渴慕你的爱，直到永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唱赞美诗，如露切慕溪水。Oh,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这段时间一路的带领、保守与看顾，感谢你恢复我们的崇拜，让弟兄姐妹更好的感受到你的同在。主啊，今天是领受圣餐的日子，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饼杯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思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一切。主啊，愿你的大爱带领我们彻底的悔改，让我们完全的降服，不再靠自己挣扎，带领我们走一条十字架的路，走一条胜过罪和死的路，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活出你平安的见证。愿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集，也愿圣灵的恩膏膏抹你仆人的口，请你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大家请坐。下面我们来宣读使徒信经，作为我们信仰的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人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富不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通达人见货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因为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只有生命为赏赐。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下面是诗班献唱，靠近十字架，我们请诗班。Thank you.
基督为所有信他的人所预备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没有蒙恩得救，那饼杯传到你那里的时候，请不要饮用。但我们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等一下我们在拨饼的时候，我还有两位传道人，我们都会戴着手套，所以大家不要自己手去拨这个饼，就我们拨完了之后递给你，好不好？好。在被卖的那个晚上，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同领受。饭后，他要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Thank you.
请带着感恩的心一同领受。我们唱第二段。
我不晓得呢，你怎么来看这个摩西的第二个阶段的人生啊？其实呢，当我们假如好好思想的时候呢，摩西是个非常先进的一个人啊，就他所过的第二个四十年的人生呢，其实他也有份于选择的啊。这个是他自己留在那个叶提罗他的外父的身边啊。假如他不是这样选择了，没有人可以叫他去那边的，因为人的脚会动的啊。摩西是个非凡的人物，可见他是自己来选择这个第二那个四十年的人生啊。虽然你可以说是他逃避，但是世界其实好大的啊，这个他要选择一定要可以选择。不过我倒是觉得啦，那第二个阶段四十年呢，他我反复来看他的人生呢，我发觉他现在今天的人生啊，很多人呢都非常向往那种人生的啊。你知道这个他在摩西他在约提罗的那个家里面呢，工作了四十年，但他都是牧养他外岳父的羊。我也想看到这里，我就想到雅各了。雅各二十年，他去他舅舅那个拉班的家里牧羊了，二十年一半的时间，他走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带了四大队的牛羊家人，可以就发觉了。我觉得摩西不会比雅各差劲的，他有四十年一流的教育，怎么可能比不上那个雅各呢？啊，但是就是这样，就是我相信这是他的选择。为什么有这个选择呢？因为你知道人生呢，我们人生都是这样，一些人有钱是他选择要抓钱，要储蓄，要成为一个有钱人。他假如定向要有钱呢，他会用不同的方法来找到钱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选择没有钱啊，有时候不是说我们生出来没有钱，乃是跟着我们没有那种欲望啊，有这种情况的。摩西的第一个人生呢，他有几个美好的一种情况。第一个呢，他是选择了宁静，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喜欢宁静，他不喜欢在那个city体生活，他喜欢搬到远一点的罗埃人在那边来生活，因为他选择了宁静。摩西也是在旷野，就是宁静的人啊。这个第一个的选择，今天好多人，我这个宁静的人生呢，我可以用又无人又无事发生的人生啊，无人无事啊，这个是他的一个选择。但是呢，这种的人生呢，是有一个的代价啊，就是慢慢慢慢落后了，慢慢慢慢麻木了，慢慢慢慢呢就失掉了一种生命的锋刃，一种好像从一把刀，他不用它的时候呢，他就慢慢慢慢呢虽然什么都没事发生，但是其实有事发生。因为那个刀慢慢慢慢就会生锈腐朽啊，所以有人说了，一把镰刀有两个情况会结束的啊，一个就是放在那里安安静静什么都没有动，但是生锈腐朽啊，那一种呢就是不断的被用，不断的被用，不断的磨练啊，不断的磨，但是又完了啊，这个是不同的情况。那摩西的选择就带来这样的结果。那第二个呢，他的情况呢，就是有神又
好像没有神的那种信仰生活啊。我觉得今天好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有神又若没神，是不是啊？你问他是不是有神啊？有神，但是在某种情况里面呢，你又看不到神在他的信仰里面的。有神就好像没有神啊，有神若无神啊。为什么这样说呢？你记得经文都是这样啊。这个这里有个记载呢，就讲啊，他害怕，他就见到神呢就蒙上面了啊，因为他怕神。这个是难以想象的，这个像摩西这样的人物了，竟然见到神要蒙上面说怕神啊。那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了，后来在下面这里经文没有，他后来自己也承认了，他说假如法老问我是谁派我来的呢，那我怎么回答他呢？这表示他根本不认识神，神是个好大这个概念他不懂啊。所以神就对说，假如法老要问你的话呢，你就回答他怎么样，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所以呢，你就发觉了，他是一个这样的一种情况，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来到教会，当然像是有神，但是有人问：“那神是谁啊？”啊，你就答不出来了啊。他的名字是耶和华，耶和华是谁就答不出来，因为你没有个人的经历啊。这个是当时的摩西的情况。第三个我形容他在这个四十年的一种情况呢，就是我在我不在啊。怎么说呢？我在就是摩西就在了，他这个人就是在这里的啊，我在的。但是呢，他又是我不在的一种情况。为什么呢？其实他没有真正的发挥他自己的那种潜质。所以呢，他有曾经有几个来形容他自己的，这个形容呢，就表达了他的形象。经过四十年之后呢，他的形象好低啊！我不是冤枉他的，我看看他怎么说。他说：“我是什么人，竟然站在法老的面前呢？”他说：“我是什么人？”他说：“他看清自己啊。”他没有一种就是说应该看的一种态度。今天好多人都是这样，我在，但是我真正的我不在。我真正的我是我上帝的孩子，我是有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的，我是人，神创造我，懂得思想的，懂得创作的，懂得爱的，懂得做好多事情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起自己，我在但又不在啊。这个是他还说什么呢？人家问我神是谁，我怎么回答呢？刚才我讲过了啊。然后呢，他后来又说他好多次的，说他们并不信我，他们也不听我，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想啊？哎呀，在教会里面让牧师讲好了，让执事讲好了，我人为言轻，有没有讲过这句话？有啊，很多人，我人为言轻，我算不得什么啊。那当然，我在神面前应该有一个谦卑的心。但是呢，在你的人生里面呢，你假如有这样的想法了，你什么都不能够做啊。他们并不听我，他们也不信我，那你什么做什么呢？啊，这个是当时摩西的话，我是用他的话来讲的。可见呢，四十年临近无人无事简朴的生活，临好的不是不好的啊，但是却带来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还有呢，最后他怎么说啊？我是恕不能言啊，这个拙口笨舌的，他有没有这样讲过啊？我又这样讲，我说我们是从小了，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是这样叫我们的，
有时候圣经也是这样叫我们的，要谦卑，要什么隐藏自己什么的。其实真正的智慧是你知道在什么情况中你做什么人，你应该要讲的就讲，你应该不讲就不讲，你应该隐藏就隐藏，你应该出来就出来，这才是对吗？我们不要给别人的这种影响。我们摩西就是这样，我不行，这是很多基督徒的写照。这变成了我们都失去了一种的锋刃啊，一种的作为。哎，今天好可惜的，在教会里面好多人啊，但是查圣经说没有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我在，我不在，我们没有把自己看作一个有用的人，所以我不敢去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教会好大的损失啊！弟兄姐妹，这就要重新来思想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啊。那今天呢，我这个是一年而已啊，这是摩西的第二个40年。但是我们追求的，我们反省的，在第二个40年给我们反省。但是第三个40年呢，是我们要追求的。第三个40年呢，你不用我讲吧，摩西的生平不用我讲吧，你一看就立刻改变的。当神向他显现，在那个从荆棘就向他显现，看让他看到火烧不灭的荆棘，然后就呼召他来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从脱离为奴之家，这是神走进他的生命中，然后他接受神的差派，然后他生命改变，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你这个找到一个开始了，找到开端了，你的生命怎么被点亮的呢？跟你的智慧没关，跟你的机会没关，跟你的背景没关。当神走到你的身边来呼召你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习惯学习不要拒绝。我觉得是上帝走到你的身边的时候，却是他要恩待你，他要造就你，他要使用你。你知道在新约很明显一个例子，彼得是个渔夫，但是当耶稣走到他的身边，上了他的船，然后记得吗？路加福音第五章，上了他的船，然后教导他，然后吩咐他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要你叫你，后来最后啊，我要叫你得人不得。整个摩西，整个彼得，因为这样的情况改变。摩西。这个摩西他是这样，彼得是这样。彼得有没有说耶稣等等啊，等我去练几年神学啊，我才来好好侍奉你啊？那等了四年什么都读完，就是什么读完了。好多人呢进到第一年进到神学院那里面，就是一苦二一情的，读完4年出来了，就变成了有点老化了，什么都懂了。我们做宣教士学院也要小心，最初什么都不懂啊，读完2年却好像什么都懂啊，就变成这样，就麻烦了。所以不是一样不一定的，这个是不一定说要经过什么过程，然后你有这什么资格，有什么条件，你知道你能够被上帝所用，乃是当神找到你的身边，呼召你。你简简单单的说，我说这个摩西我在这里，就是这样啊。好，我在这里，我预备好了，请差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跟你的学历没关，跟你的背景没关，跟你的才能没关。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他要为你来负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摩西他的人生被点亮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开始，
这个开始，人人都可以。好，然后呢，我们来看看他的人生是怎么被点亮的了。很明显是被点亮了，等一下我再补充啊。一下子就出现一个很大的改变了。第一个呢，他竟然能够站在法老的面前，站在法老的面前。我常常我都思想啊，不过这次我讲到的时候我就想通了啊。我以前一直都想不通了，也没有故意去想了，我想一定有原因的时候我就放下不去想了啊。因为今天我要好好讲到，我就要这个答案。我想不通，我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摩西站在法老的面前，经过9次10次的大灾难，我读到那个第10次大灾难的时候，法老就说：“离开我，免得我把你杀了。”到第10灾才讲这句话。啊，以前为什么不讲这句话呢？啊，那个俗人的解释啊，就是神保守他，最简单的啊。我们什么都把推到神那里就回答到了啊。但是假如我们是每件事情都推到那里，这个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什么，我们就不会讲进了啊。我不是否定这个，当然不用讲，一定有神的保守，是不是？不用讲，一定有神的旨意，这个不用讲的，一定的。我们的生活生命传流都在神的带领之中，怎么不会神是神的旨意呢？神是大能的，怎么不会是他的保守呢？但是我今天我提出另外一点出来，是他的生命被点亮的一种情况。我觉得法老在这种那种情况之下没有杀那个杀手吧，除了神的保守之外，我觉得当时摩西的他的脸孔啊，一定是充满了一种威严，一种的能力，一种的勇气，就是让法老都被吓坏了。他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了，他站在摩西面前呢，都变得好渺小了，你知道吗？有这个情况的。有些人，有属神的人，有能力的人，你站到他面前，望而生敬畏的心。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属神的人，一个有光亮的人，他不但不怕，乃是人会敬畏他。我相信，我觉得这个是被点亮了的生命的一个情况。我们做得到。那我觉得呢，这个是第二天能够站在法老的面前。然后呢，你看那个出埃及记呢，你就看到了他能够站在那个红海镜面前。红海是什么？你脚路过不去的，他会淹过你的，然后有罪病。其实我发觉了，我去要研究这些两种情况啊，所以我就特意的给他翻开看看，这圣经怎么来形容这个红海的可怕，怎么形容？这个没有形容嘛。这个圣经没有说红海怎么可怕，没有，反而在那段时间呢，好用好长的篇幅去讲那些人在埋怨摩西，为什么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步？好多啊，好长的篇幅啊，埋怨摩西。你知道被埋怨了，我们心思都沉下来了。尤其是牧师啊，昨天 我参加一个90岁的牧师的一个庆祝，生日的庆祝，跟结婚60年的庆祝。那个师母啊，那个牧师就分享一件事情。哎呀，他说他在教会里面做牧师好，很多时候呢，好困难的，讲什么都有时候都会讲错话啊。讲过分啊，讲得不够啊，等等，总是会有很多埋怨的。然后呢，那个师母呢就给他打圆，就说讲好话了啊。
打圆场，是不是？就是这是师母啊，这个牧师就感觉到这个牧师啊，这个师母啦、啊，就对他很有恩典，这个一直的保护护卫啊，但是真的不容易啊，人的那种埋怨啊，好很你。不是一个两个，是整群人的埋怨啊，好可怕啊！我希望孙牧师不要受这种情况，不容易啊！我现在不会，一生姐妹都很好，都很好。但是你可以想象，摩西在那种情况里面被骂，一直的被骂，被埋怨，事实摆在眼前也是这样。无路可走，后有罪病，怎么说？但是你看见摩西的生命被点亮的时候，是那种什么样的光景？他就去，他也发不发怒，他是安慰那些人，只管静默，在那里等待，看看上帝的工作。这是被点亮的事，是可以每个人都可以有的，不单单属于摩西的。啊，属于所有愿意侍奉主的人，也在彼得身上看到的。这个彼得所遇到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那些群众，啊，就是攻击他的，啊，保罗也是这样。但他可以，那彼得跟约翰说：“我所看到的，我所见到的，这里下面是怎么样？不能不说啊，这个很有力量的一句话。”你就看到那种生命的数值不同啊，他可以站在那个红海的面前，可以站在群众的埋怨的面前，你可以见到那些被点亮了的生命。好，我们再看他怎么被点亮的呢？啊，那第一个呢，我刚才稍微提过了啊，他不再追求灵性的。他接受这个挑战，我觉得这个被接受任务啊，是第一个被拦点的原因。我刚才讲了，我不多讲了，大家都明白了啊。不过呢，这是我也实在是我的经验啊。我是讲我1974年来美国。我来到美国之后呢，我就在中华海外宣道会工作，然后工作了8年。那段时间呢，其实呢，我现在回头看了，我只能够定位他在摩西的第二个人生，我是这样定位。为什么？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做啊，我在那里呢，大概那个教会有1000人，差不多1000人。我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精彩的。我是专，那是我年轻啊，我就帮助那些年轻人，青年团契的导师，我是后来安牧啊，我也成为一个叫机电军呢、啊，机电军呢就是专门去打仗的，我是他们的导师啊，那然后呢，我也负责教会的文书啊，也负责那个书局啊，所以我对卖书啊、属灵的书籍很有感情的啊。我在香港一信主之后不久了，我已经在宣道书局里面工作了啊，宣道出版社已经工作了。然后呢，所以呢，我就好，其实是蛮不错的，因为呢，我们有4位牧师，讲到最多的当然是主任牧师啊。然后呢，我们几位就分开轮流，所以一年呢没有多少次来时间呢来讲道，所以呢每次讲道呢都好真实啊，都讲得蛮不错的啊。然后呢弟兄姐妹也喜欢的啊，所以那段时间都是觉得不错的，其实也蛮不错的，而且蛮宁静的。为什么呢？所有困难都是主任牧师来担。所有的埋怨都是主任牧师来担，我是做好人。当然我也懂得做好人了，不要加多加一句，对了，他就是这样啦，绝对不能够讲这些。我们都不要讲这些啊，千万不要落井下石啊。
那在那个情况里面呢，我觉得这个情况很好啊，住也不需要钱啊，住在教会呢，叫叫九层楼啊，我就住在那里。办公也好简单，我的办公室在我的住的地方外面啊，私人办公室啊，随时可以休息一下啊，当然要特别的要注意啊，到底随时可以做的东西，你都要很小心的。那也不用骑那个 subway， 也不用这 traffic， 我有家楼上楼下都是坐电梯的，啊，非常宁静，没有人事问题啊。你要去探访呢，这个会友都跟你说不是不需要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讲啊？不是不需要了，我上礼拜就来了，好像不是讲话都是叫他来做礼拜的。他根本不想你去探访他，也不需要花时间，也没有人就是说你什么。人看起来是不错，我也觉得不错，感恩，我必须要感恩，因为我两个儿子都在那个时候出生的，啊，就好像莫西这个羊生儿养女的，好好照顾孩子的时候，在八年里面。我是到那个我大儿子六岁，小儿子三岁才开始教神的事。不过我这样预备的时候，我就回想这件事情，不是说那个不好，但是不单单到那个地步的。我们做传道，我们做传道人神的仆人，不要停留在一个好安全、好不错。好宁静的一个地，当无人无事的时候，你是一个应该检讨的时候。假如你的人生里面没有人去找你，你要检讨。啊，我应该这样说：假如别人骂你，你也要检讨，是不是应该这样？这总有人骂你的，没事更加要检讨。所以呢，我感。我不是没有事，但是有很多事。不过呢，我发觉第三年更加精彩啊！到现在要经过38年啊，这是上帝的恩典，好多就不多讲了。不过我是说，那个精彩，那个是从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回应开始啊。神用什么来，用有好多来呼召我的时候。那其中一个圣经呢，就是姚将啊，这个团里啊，那天啊，我就看到了那个，然后他好多好多的带领啊，不过那个是最重要的应许啊，每一个转动啊，在这个转盘里面呢、啊，每一个转动都有上帝的手的触摸啊，都有他的眼部的看顾，而且最重要的一句话你知道在哪里吗？后面他看。怎样好就怎样做，你知道吗？我完全完全经历这句话。当我把自己将团里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看怎样做好就怎样做。我觉得我好感恩啊，没有浪费时间，而且呢有成啊，这是最好的生命。好，这是第一个啊。接受挑战，远离无事无人，对神模模糊糊，好像有神，好像无神，我好像在，也好像不在的那种的情况啊，这是第一个跟大家思想的啊。第二个呢，点亮人生呢，我回到那个意象。神为什么向摩西来用一个火烧不灭的荆棘的这个意象来向摩西显现呢？所以摩西有一句话，第三节，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意象，这荆棘为何没有消坏？”他不是看单单看那个意象，他要知道那个荆棘为何没有消坏啊，这才是重点
我觉得为什么神要给他看这个异象呢？我觉得就是最少我领会要有两个原因。第二原因呢，对我来说，我不知道摩西怎么领会啊，异象都有这个作用。你神怎么对你说啊？你自己知道，别人不一定知道啊。不过我看这个圣经呢，我的领受是什么呢？第一，火烧不灭的荆棘啊，我们人生的一个通常的了解，火烧荆棘一定坏，一定烧毁，是这样，这是我们的经验。没有理由火烧然后不烧坏的，没有理由的，不可能的事情。神就要让摩西知道有一些事情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不是用一个方法来做事情，神可以用多个方法来做事情。你不要以为哦，这个不行就不行，你认为不行就不行，这是错的。神有千百个方法，这是我学的，我常常都提醒自己，神有千百个方法供应我的需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行，不要紧，还有第二个方法，这个方法不行，还有第三个方法，你知道吗？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开会的时候千万禁止自己说我试过了不行的，千万禁止。你是这样，你不要说神这样啊，哎呀，都做过了不行了啊。我们听到这个彼此提醒啊，不要讲到这个啊。我们最重要是神呼召你，最重要是神托付你的，不要说不行。神要千百个方法，你知道吗？中国我们建那个大楼是780万啊，这个 project。但是呢，我正好感谢上帝，一开始呢，我认为我卖了拆了他的大楼了，我剩下300万啊，所以一下子300万就过了。然后我这个筹款呢，慢慢慢慢呢，我又有不同的关系，神给我机会可以多盖2层楼啊。然后呢，我就有更多的机会了，我就可以筹到另外的300万啊。我们用了直资的方式啊。就是说有人愿意免息贷款给我们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啊，假如你把20万放在里面啊，放在帮助我们把楼建起来啊，你免息贷款给我们，我给你个权利啊，住在那边给你个房间啊，不是你的，不过你有权利住在你不住啊，你什么时候不住了，你就还给我。还给角生，角生把二十万还给你，就这么简单。结果呢，有些弟兄姐妹真的参与啊。他说：“哎呀，我住在 Long Island 那么远，我住在 New Jersey 那么远，我每次来拆了他这个不行了，我都坐了好久的车。反正我20万就放在银行，利息也不多，我就信得过角生，也帮助角生把这个建造起来，我就把20万放在你那边。”然后呢，每次来到不行，我就住在那。一方面帮到角生，一方面也帮到自己。所以呢，600万呢，有些是这样来的啊。然后呢，这个180万呢，剩下180万。哎呀，当我要筹这180万的时候，我会有点困难。我自己也比较困难啊，不容易。假如要筹。那我也会感觉到，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好，我们要在网上啊，不是在什么地方，在网上啊，这个筹180万，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可能。那结果呢？结果我还是按照圣经的吩咐啊，神有千百个方法，那我就把这个成为我的目标。那现在大家都可能知道想的那个结果。那你知道这个我定那个180万呢，其实有三个部分的啊。一个部分呢就是建筑费啊，要还有差大概差70万建筑费啊。然后一个呢就是将来买那个钢琴啊，买那个讲台啊，买一个椅子啊，买所有的东西啊，我们就预了70万啊。然后呢40万呢，我们就你做建筑都会知道了。那个建筑商啊，问你多少钱，你不要以为真的那个价钱，
他有什么你听个千秋二的没有，千秋二的就是改这个改这个去。我告诉总工千万不要改太多，每次改都要钱的啊，所以我就预备40万的，所以就加起来就是180万。那我觉得神有千百个方法来供应啊，结果呢是有这个那个，现在我们已经有80几万，2个月不够，我们是6月6号起步领的啊，到现在2个月还不够。我们就有80几万然后假如用我刚才的讲话了，家具的可以盖好才买，没关系，慢慢筹啊。我希望那个签桌的呢，不要有签桌的，我们就是很顺利的把它建好啊。那我们就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我们已经够了，已经足够啊。这个上帝的恩典，那80几万怎么来的呢？是神用不同的方法，有人有个任限啊，今年明年任限啊，三十几万一个人30几万啊，那然后再加上有些每次贷款啊，每次贷款呢，我们鼓励了那些人呢，借给我们6万就支持一个宣教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不收宣教士租金的，免费给他们住。你放6万块，等于2年，你就可以支持一个宣教士在那边读完两年，你可以就把6万块交还给你。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盖好了，是不是？最重要是这个时间啊。假如有2位家愿意支持，我们就有12万了；有4位支持了，我们就24万了。啊，这个是上帝感动不同的人啊。有一位他认识的35万今年他说昨天才发生的，他说今年他奉献25万明年奉献10万，一下子就达到目标了。在这个在我开始的时候想不到，神有千百个方法，但是你要允许他有千百个方法，这个是很重要。好了，这是我学到的第二个功课就是说荆棘是烧毁，这个火烧毁荆棘只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些它不会烧毁，还有其他的方式。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给摩西的一个应许，不要怕，荆棘可以被保守，有火的试验临到，但是它不会被烧毁，这是对摩西的一个应许。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要面对法老，法老的怒火啊，好厉害的，你知道人的怒火就好厉害的，但是呢，这个摩西在法老的面前呢，真是好像火烧不灭的荆棘啊，烧了9次10次啊，都烧不灭啊。这个是上帝的，这个不多讲啊，这个是第二个。那第三个点亮的一个呢，我觉得是要相信神的应许，那就是我刚才讲的是火烧不灭我们神是个应许的神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句非常好的话，他说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带着这个应许，你的生命就被点亮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接受挑战第二个呢，就相信神有千百个方法来供应我们，千百个方法来帮助我们。第三个就是相信火烧不灭的荆棘，神无论你在任何的试炼里面，神保守。我自己呢是。被这个一直都这就是我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的教授呢常常叫我们背圣经。那些圣经呢，当我遇到鬼就是困难的时候，那圣经就出来了。所以呢，这些圣经都是应许我若不信在魔人之地得见神的作为呢，我就早已丧胆。就是说我不丧胆，因为我看到上帝的。
这个好多件令人圣经啊！我奉献的时候还没有进神学院，我有一个好大的篮球，那个篮球是什么呢？因为我在那个圣道书出版社工作，那个时候有好多从那个军人呢、啊，这个战后1949年之后，好多军人呢就去到香港啊，有时候他也奉献了，做了牧师啊，这样啊，这种情况。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某人年轻的时候好年轻，我就说某人为什么他叫牧师？我对牧师的印象就是这个，但是他好像不像。我是年轻人，我就觉得哎呀，好像他，我就真的觉得不好啊。所以我有怕自己好像他啊，就是怕自己走这条漫长的传道的路了，走到半途而废就不好啊。我这样。好怕，因为我知道我并不是那么刚强的人，我是一个独生子的，是在好多我的成长不是那么严谨啊，那么严格啊，也都有好多缺点，所以呢，我就要神呼召我的时候，我最怕一件，其中一件我很怕的，就是我走不下去。但是后来我什么又走上去呢？一句很简单的话。到今天还在应验中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神就说：“我不要担心，我一定栽培你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你不用担心，我一定怎么样，一定怎么样。”不是，他只是告诉我，我的恩典够你用。我觉得这个是走到今天那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应许，抓住那个应许。走上去领受那个任务，你的人生被长了啊！这个是我今天呢，希望跟大家试一下。我们是应该有一个被点亮的人生，应该在神的恩典中，基督徒是应该的。主耶稣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啊，而且得的更丰盛啊！”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接受挑战。接受挑战，大家接受挑战了，教会才会有事有人啊！千万不要祈求无事无人啊！甚至就算在那种打仗啊，这种的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些的不同意见不要紧的，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磨练，有磨练才会有丰润。你经历过考验，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那个价值才会显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好了，我们大家立志啊，求神给我一个点亮的人生啊，成为我自己人生的光，也成为别人的光啊。我们一起低头吧。亲爱的主，求你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让摩西的经历也成为我们的提醒，主啊，帮助我们重新的来思考，主啊，今天我们身处的环境，我们所追求的生活是个怎么样的生活？主啊，你知道，也求你帮助我们走进我们的身边来呼召我们，以及到我们的生命被提升，生命成为有用。主啊，这是你。的恩典给我们的一个期盼，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用你的话语继续来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长，也帮助我们能够成长。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谢谢老牧师的分享。当然我们知道活出这样的一个人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挑战，盼望我们都能够远离我们这个舒适的人生，远离我们这个舒适的旷野，真正的能够活出一个被主挑亮，然后能够抓住主应许的这样基督徒人生，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接受这样的挑战。 OK， 好，下面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耶稣基督是我一切，大家请起立，我们来唱。
求主悦纳，求主赐福，
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与安慰，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